每个都说我，哎呀，为什么你的脸这么滑，这么亮？就是 AOS 喝的水越来越年轻，越漂亮。还有皮肤也很滑。血压也比较正常的。哦，你的血 OK。啊，还有皮肤养红，现在也开始干了，没有这么痒了。以前看中医吃了药，一个礼拜后又痒，所以现在吃这个水呢，只要每天喝就可以不用看医生了，因为那个中医开一次要100多200块的，所以喝这个水反而更便宜。哦，头痛呢？头痛也比较好的，以前我的头颈后面一直痛，一直拉住，现在也比较好很多了。Mr. Chen， 你要不要讲讲你的那个血上次跟现在什么分别？对，我呢，来之前我不懂，我的血是凝结成一团的，因为我觉得我一路来好像没有什么毛病，后来看了这个，我发现我的血呢结成一团，而且还看到那些胆固醇一条一条了。后来测了一个多月后，我发现我的血分散了，就是我的红血球分散了，而且非常的活跃。那么我的胆固醇当然是有了，不过是比较好的，变得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胆固醇的是吧？那么我觉得精神也比较好了，有时候我下午睡觉睡半个钟头，我觉得很够了，不用说睡得很长的时间了，这样。我需要喝这个健康的水啊，不用吃药了，就是我们要过健康的生活，也不用吃药，少吃药，慢慢把身体呢健康起来，少看医生，其实也是省很多钱了，只是喝水的钱了，不用看医生的钱。